V20 代表什么呢 ？Vivo 爱你，就好像我爱你一样。我们现在来开箱，哇，我还蛮期待的。哇，很轻哎，重点是很薄，你看到吗？真的很薄很轻，你看这个颜色，好漂亮。适合现在的那个感觉，因为现在是 sunset 嘛，然后这个颜色叫做 sunset melody， 所以你看到吗？照到阳光的时候，它会闪闪发光。重点是我非常喜欢这一台手机的前置镜头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平时只有相机有这个功能，就是Eye Autofocus， 它就是会 focus 你的眼睛。然后重点是它前面的这个前置镜头呢，我觉得非常厉害，因为它的这个像素是44 megapixel， 然后它的后面呢是64 megapixel。我最喜欢就是 selfie 拍照的，耶、yeah!。Vivo V20 44 megapixel Eye Autofocus Be the Focus